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131面，131面，倒数第三行。未教菩萨作20里，常喜相应无边住心。这个两句经文，早年呢，我把它分为两段。从升灌顶界起呢，这是受记佛护，升灌顶界受菩提记，这两句是受记。为教菩萨做20里，这两句是示教，就是把教学做出来给大家看，做一个好榜样。下面这一句常习相应无边住心呢，这是讲的相应，教学一定要相应，跟信德相应。我们看黄老居士的解，20里，一位教授，20里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教授，这是学校里的老师的称呼，又以规范式，也翻作这是经常常常读到的。轨是轨道，范是模范，这个老师他的思想、见解、言行，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作为学生的示范，也是学生学习的轨道，轨道就是不可以偏离，一定要在轨道上行走，好像火车一样，决定不能够脱离轨道。它里头含有这些意思在。下面解释，乃规范正行，为僧示范之尊称呢。这就是为这个出家人的老师。实在讲呢，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规范正行呢，是行为示范。为僧示范呢，是学为人师。所以阿舍离啊，是这个尊称。通指教授善法之事，这个地方，这个定义，很明显，也很简单，他是教授善法的老师，才能够称为阿舍利，也有时候省略称舍利，也行，这是我们
常常看到的啊，成舍利。精进成身观顶界而言，乃专指真言二舍利，又称金刚二舍利。这是我们这个经上所讲的，前面正好呢是身观顶界，这是密宗里头常说的啊。所以本经啊，《大乘无量寿经》是原教啊，它里面包含的就是大乘八个教的教义啊，都包括在里头啊。所以这个经本呢，里面有密宗的啊教义，有禅宗的教义啊，像华严、法华。这个法相为实啊，乃至于律宗啊，它通通都有。啊，所以在这个经文句子里面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么就晓得这一部经才是至高无上大圆满的经典。啊。那么紧承着身观顶界受菩提记啊，所以这个也能够说这是密宗专指真言二舍利啊，又称之为金刚二舍利。那少成金刚萨埵祖位作传法灌顶之称号啊，那这是密宗的一个称号啊，金刚萨埵祖位。金刚萨埵也称为金刚手菩萨。啊，这是真言宗，就是密宗。密宗八个祖师，这是第二祖。大日如来是第一祖，是初祖。啊，金刚手菩萨了，是二祖。啊，那么这一位祖师跟密宗的关系很密切啊，跟这个华严呢很密切，就是华严经上的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在密宗啊是二祖。啊，在密宗啊，不称普贤，称金刚萨埵，啊，或者称金刚手菩萨，贤密是一体，密是贤之密，贤是密之贤，啊，换一句话说，贤教是。密宗的贤术啊，密宗呢是贤教的密术，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学方式呢？这是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法身大师诸佛如来啊，总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换一句话说，法身菩萨
诸佛如来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过，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这一直都在看这一段历史，八相成道啊，这是第七转法轮了。从斗帅宫下降，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是凡夫啊，不但不能称佛，连化身菩萨这个称号都承担不起啊！啊，真的化身，什么叫化身？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就叫做法身。啊，法是万法嘛，万法一体，这叫法身了。到什么时候你能证得？它就在面前，从来没离开过。啊，我们为什么迷了呢？迷了才会有分别，才有执着，啊，才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错了，不知道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啊，几时你觉悟了？啊，在佛法里面讲，真正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就像《还原观》上所说的，啊，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本来是一体，从一体起二用。啊，这个二用，一个是正报，一个是依报。正报是自己，啊，依报就是我们依托生存活动的环境。啊，小环境是一个家庭，大环境是整个宇宙。啊，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从一体显现出来的。啊，怎么显现出来了？迷了就现了，觉悟了就不现了，就没有了。啊，所以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讲得很好啊，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梦是迷嘛，迷的时候啊，明明白白有六道轮回，有十法界，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一觉了之后啊，这就没有了。啊，觉了之后是什么境界？常寂光境界。”啊，那我们净土中最高的境界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信，觉悟了就回归自信。啊，迷了的时候，从自信变现出一个幻、虚幻、不实在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就叫做十法界。啊，无论是正报，无论是依报，世尊告诉我们，它有三个特性，叫事三变。啊，三种周边。
第一个，周边法界。啊，周边法界是什么？用现在学这个科学名词叫能量。啊，就是波动。无论是物质现象，无论是精神现象，全是波动变现出来的。啊，没有波动就没有这个境界。啊，没有阿赖耶。啊，所以一念不觉，这个不觉就是波动。啊，这才产生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就发生了。啊，这个波动你看的速度多大多快。念头才动啊，就周边法界了。为什么？法性是一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一体。啊，我们中国人有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我们牵一根头发，全身都感觉到疼痛。为什么？它是一体。啊，所以念头一起，就周边法界。法界跟自己是一体。所以叫做法身。啊，法身就是你承认了，你肯定了，一点都不怀疑。啊，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这就叫真的法身了。啊，真的法身的人就成佛。啊，我们今天是听佛在经上这么说的，还不承认呢。啊，哪一个人承认？这一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没人承认。啊，这是凡夫吗？你要是问化身菩萨，问诸佛如来，这山河大地，啊，树木花草跟你是不是一体的？是的，那一点都没错。真是一体啊！为什么呢？我们无论是精神、是物质、肉身这个现象，动一念，他们全知道啊，山河大地都知道啊。假如不知道的话，那就好了。那、啊、为什么呢？众生造作恶业，山河大地不会有这么多麻烦吗？有什么地震呢？啊，风灾呀、啊，是水灾呀、啊，啊，他没有知觉嘛，他就不会有这个现象。正因为我们动念头，他就知道，他就有反应；我们动善的念头，他就善的反应；我们不善的念头，他就不善的反应。你看，贪婪的念头，水就现前，水灾现前。嗔恨的这个念头，火山就爆发了，温度就上升了。啊，愚痴的念头叫风灾现前了，傲慢就是地震。啊，大自然的这些灾难是我们不善念头引发的。如果我们念头善，啊，真像佛所说的，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山河大地就跟极乐世界一样啊。地藏经上讲的，监牢大地，不会出乱子，啊，不会有地震。啊，也不会有什么水灾旱灾啊，没有这种现象啊，风调雨顺啊。
就是因为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跟我们通通像现在网络一样连线的，我这一动他们全晓得啊，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整个宇宙是活的，不是死的，他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啊。前些年日本江本博士做这个水实验啊，发现了水跟物质啊，他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啊，随着我们念头啊，它在起变化啊，水能，再看看其他物质现象，通通能，树木花草也能，啊，两颗盆栽，这是有人做实验的，啊，两个盆栽，啊，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方式来栽培它，栽培成功，你看两个长得都一样，啊，你拿它做实验，啊，两盆放在房间的两个角落啊，这边这一盆你每天对他笑啊，就我很喜欢你啊，我很爱你，那一盆呢我很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两个星期之后每一天对他笑的他长得非常好，每一天讨厌他的他慢慢就哭掉了，就哭死了，你看他懂得人的念头吧？啊，这是讲对树木花草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澳洲种了一个大菜园，我们也种了很多果木树啊，院子很大了，种了30多种果木树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让花草树木天天听佛号。天天听佛的音乐，我们走过去啊，我们都趁着花草树木菩萨啊，恭恭敬敬，长得真好啊。啊，我们没有用化肥，也没有用农药。啊，花开得美，果长得好。啊，我们附近这些果农到我们这儿参观。啊，都惊讶，你们用什么方法，怎么种得这么好？啊，然后我们告诉他，我们用善心善意来培养。啊，所以，善心善意对山河大地，不会出乱子。啊，没有这些灾害，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这个相应就是契合的意思。啊，在佛法里面，大乘佛法里面讲，啊，没有不相应。三密相信相应与知近知相应，近是外面环境，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环境啊，知呢现在我们讲的精神的环境三密是修行的功夫啊，三是什么？指身口意。啊，身要礼敬，对一切众生知道礼敬啊。啊，口业赞叹，
啊，意里面就是心里头啊，恭敬啊，心有诚敬、真诚的恭敬啊，表现在外面有礼啊，有礼貌啊，对人如是，对事也如是，对天地万物也如是。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自信的心得。啊，佛菩萨他们做到了，他们的境界我们无法想到，啊，是大乘教里面讲的自信，不可思议。见性，也就是自性，没有大小。自性没有先后，自性没有远近，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自信在清净寂灭当中，啊，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大般涅槃的境界。啊，活活泼泼，他不是死的。啊，虽然自性里面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信，所以能信不能说他无。啊，所现的这些现象、幻象，也不能说他有。为什么？他生灭相。生灭速度之快，我们肉眼看不出来。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他所讲的跟佛经上所讲的是一样的。啊，速度之快，我们没法子想象，太快了。啊，佛经上讲，一弹指，啊，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啊，一弹指有多少念头啊？那一念就是一个生命，32亿8000年，啊，百千做单位，啊，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你看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啊！如果我们弹得快啊，我相信有人比我弹得更快，1秒钟能弹5次。如果弹5次，320兆乘5，1秒钟有多少次？1600兆，我们怎么能想象？所以这个像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呀！啊，我们所看的这些现象，啊，量子力学家都告诉我们，他这什么玩意呢？啊，原来是，就是这些念头累积。连续产生的幻想，这幻想太多啊！那每个像不一样啊，太多是它频率不一样，频率慢的，
就变成固体。啊，我们讲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非常坚硬的。啊，像金刚、宝石这一类的，它频率慢。那快稍微快一点呢，那个物质就比较松散，啊，还是物质现象没有那么坚硬。那再快一点呢，那就变成植物，变成我们肉体。啊，最快的了，现在我们科学里头用的电磁波，啊，这是速度快。频率不一样啊！啊，这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知道三密相应与静止相应，那么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呢，他就小心谨慎。妄念不能起啊。妄言不可以说，邪恶之事决定不能做啊！起心动念一定与信德相应啊！为什么？信德是尽善尽美的啊，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本性本善，那是自信，那是信德啊。相反的，它不是自信的，那是错误的啊。今天地球会变这个样子，什么原因？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啊，大多数的人违背了信德，他的善业跟静止不相应。啊，所以才会变成三途六道，这变成这个样子。啊，它不生变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不生变化，啊，也就是三密跟静止完全相应。我们中国人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那跟心德完全相应啊！啊，那什么时间？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就是《无量寿经》上介绍的极乐世界啊，《华严经》介绍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那是完全相应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生在这个环境里头，这环境不好，不可以怨天尤人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心行不善，变现出这个情景。
也许有人说，我的心行很善，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呢？这个是我们跟他有共业。也就是说，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万事万物，跟我有缘。他们造作不善，我造作的善法。这个善跟不善融合起来，善的变成不善的，不善的那个度数减轻了，缓和了。这什么意思？行善的人帮助不善消罪业啊，不就这么回事情吗？是不是好事？是好事啊。那我们会不会受到害处？没有，决定没有受到有丝毫的害处。这个一个意外灾难呢，我们也死了，有没有受害？没有，死了到极乐世界去了。死了生诸佛净土啊，或者死了到天道去了，好事不是坏事啊。那造些不善罪业的人啊，他也在这里死了，他死了到三途，为什么？去消他的罪业，好事不是坏事。行善的人是也是好事，到天上享福去了。到诸佛净土去了，没有一样不是好事。你真的要是觉悟看透了，这个世界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啊。你在这个世界心平气和，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成就自己，帮助众生。这叫真的觉悟了。密宗以三密相应之旨为主。这是密宗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实际上我们念佛跟他的方法非常相应。很接近。三密是口念咒，意观想，手结印。这个手结印是属于身业，你看身口意相应的。我们平常这个佛门弟子见到别人呢，合掌，阿弥陀佛，给人问信。这三密相应的，合掌是手印，是结印的。合掌是什么意思呢？这十个指头代表我们的心很散乱，妄念很多。合掌的意思呢，把我们的念头都收起来。妄念都收起来，这表示恭敬。我一心，一心，这是恭敬。所以合掌代表恭敬。这是结印的。心里面表沉静。口里面赞叹。礼敬赞叹。也是三密相应。我们念佛的时候，口里面念南无阿弥陀佛，手合掌结印，或者持念珠也是结印。手上拿的念珠是什么意思呢？
念珠在平常代表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提醒自己念佛，怕忘记啊，很多人的时候念佛念佛到最后不晓得什么时候忘掉了，心里不晓得跑哪里去了啊，所以念珠的时候提醒你啊。第二个呢，念珠计数啊，我一天念多少声佛号计数啊，有这两个用处啊。计数通常在初学摄心啊，计数提醒呢，是老同修了，念佛已经有了相当功夫了啊，怕失念，失念就是忘掉啊，心跟妄想走了，把佛号忘掉了啊，所以这就是提醒的啊，这两种意思啊，心里面想着阿弥陀佛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忆佛是想佛，心里常常想着阿弥陀佛啊，所以无量寿经念熟的时候，好啊，想阿弥陀佛的功德，想阿弥陀佛的大愿，想阿弥陀佛的修行，想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不要想别的啊，这叫忆佛啊，念佛持佛的名号啊。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你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常常啊持持名号啊，持就是执着，持就是保持，不能丢掉啊，佛法都叫我们放下，唯独这个佛号不能放下，佛号放下了你就没依靠了啊，什么都放下，专门执着这个佛号啊，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在太空航行一样，那这一句佛号啊是航道啊。啊，你只要在这个佛号上，你就没有走错航线，它就会引导你到极乐世界去。啊，因为这一句佛号跟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都相应。啊，我们这里先起念阿弥陀佛，那边就收到啊，念念相应呢，一丝毫不会差错啊。这个方法妙极了啊！极乐世界在哪里？你别问，你只守住这个名号，肯定就到达。啊，失掉这个名号，可能你跑错了地方了。就到不了了啊，阿弥陀佛教我们这个方法是有道理的，绝对不会错的啊，要知道这个方法的重要啊，这个方法也是一个秘法。啊，为令众生身口意三意，三业顿起如来三密，故即身成佛啊，故密宗亦称为相应宗啊。你看看我们净土是不是相应宗，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修行
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祖师在戒淫大众的时候，有殊胜的意义方便。啊，意就是不一样的方便法。啊，提出怎么样呢？哎，禅净双修，密境双修，提出这个方法。要知道，那是祖师的善巧方便，因为你很执着禅，那叫你把禅放下，专修净土，你不甘心，不情愿，你会生烦恼。啊，那祖师看得很清楚，知道你那个禅修不成功，劝你学密门，劝你学净土，你又不肯。啊，用个方便法，哎，禅净双修好啊，有禅有净土啊，犹如带脚虎啊。啊，你这一天就高兴了，哎，也加上念佛了。实际上什么意思？你将来修的时候，禅修不成功，净修成功。所以用这种方法的，那我们已经修净土的，再要去修禅，那就错了嘛。啊，像祖师那个话不是对我们说的，对我们说，你走这个路正确，走对了，那别走岔路了。啊，你看我们在这里看，你看这个经文上禅跟密没有两样吗？啊，这个净跟密，密就是净，净就是密，啊，而且净跟密关系还更密切。为什么？都是修清净心。啊，净土修清净心，密也是修清净心。啊，所以更为接近了。啊，但是净比密方便。啊，密还要有相当的根基。啊，现在修密，成就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没有了。我在北京去看他老人家，啊，好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在这个时代往后，禅跟密都不可能成就，真正能成就的只有持名念佛。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决定不是假的。这个法门能度末法最后的一百年。这最后面，佛经佛的经教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了，没有了，众生没有福，那经教完全失掉了。还有一句六字洪名在世间，南无阿弥陀佛。最后那个一百年，有人念这句佛号都能往生。啊，所以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佛给我们宣说的。这此四句与前面升观顶戒二句深表
尽啊，迷尽不二之知。啊，这确确实实，啊，我们能够体会到，表慧中诸大师，为弘密宗，乃教导诸菩萨，成为金刚阿舍利，故本身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心。啊，我们现在懂得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心，就是这一句名号。心里面真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要变成我们心里最仰慕的一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人，最尊敬的一个人，念念不忘啊，你心里都真有佛了。啊，口里面不立名号，啊，身不立礼佛，在平常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恭敬，深夜相应，啊，早晚课里面能够啊礼拜个一百拜，这是一般人，早课拜一百拜佛，晚课拜一百拜佛，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啊！拜佛是非常好的运动啊！拜佛不要用拜殿，平拜啊，你才能收到运动的效果啊！要有很高的拜殿呢，收不到这个效果。身心健康啊，三密相应啊，啊，下面这一句啊，我在过去跟上面这一句连起来，常习相应无边诸心，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啊，我在扩判是这么分法的。啊，这个跟念老稍微有一点差别。啊，幕后这一句呢，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这是这一段里面最后的一个小段，佛护念啊，佛护啊，善根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善根身口意三业之善，故不可拔为之根，这是根第一个意思。你的身善，这个三业之善，就是十善业道啊。从事上讲，你守得非常的坚定啊，百分之百的做到了，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的三善
啊，口有四善，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也有三善，不贪，不嗔，不痴。十善百分之百的做到，这是什么人？给诸位说，法身菩萨。他真做到了啊！细心去观察，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你去细细看，细细观察，从舌相展开的84000细心善心呐、啊，这就是前面讲的成熟菩萨无边的善根呐、啊。啊，经上讲这个数字84000，啊，这不是假的，一桩一桩给你分析，真的是84000。啊，实际上呢，84000再一扩张，就是无量无边。啊，底下还有一个意思，有善能生妙果，畜生愚善。故为之根啊，这是用比喻啊，好像树木花草它有根，这善根，从这个根能生无量无边的善法，事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离这个十善业。所以十善业是所有一切善法的根十善的反面是十恶是十种不善啊，也就是说三界六道众生所有一切不善啊，这是无量无边的不善业了，都是从食物所生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善行无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就看清楚看明白了。那我们是希望做个善人还是希望做个恶人，不善呢？思想言行与收获相应，就全都坏了。啊，与食物相应的人身体肯定不健康啊，身体有病啊，啊，他居住的环境肯定有很多灾难这个灾难又有形的又无形的，无形的是指什么呢？冤亲债主啊，你肉眼看不见的 啊，但是他在你的周边，他扰乱你
啊，为什么呢？不善业力所感的。啊，如果你要是真的修十善，身与意业跟十善业都能够相应，坚持不舍。啊，你的周边也有看不见的，那个看不见是善神拥护你啊。啊，善神恭敬你，你是个好人。啊，他来铸成你的善行，都离不开业感。啊，所以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啊，《弟子规》。启蒙十善从哪里做起？从弟子规做起，从感应篇做起。然后十善才有根，没有感应篇，没有弟子规，你十善没有根啊！古时候无论出家在家学佛，为什么有那么好的成就啊？没有别的，从小根扎得好啊！父母真爱子女啊，从小把这个根扎好啊，这叫真爱护啊。啊，根深蒂固，长大了，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它都不会改变。所以，能不感恩父母吗？啊，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教育我们，真恩德太大了。啊，父母养成这个根，佛菩萨借着教你。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能成佛成菩萨。那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阿舍利啊。那阿舍利是教授啊，规范师啊。啊，老师帮助我们成就。啊，人生活在世间要感恩，感恩的根就是父母师长源头啊。啊，如果这两个根没有了，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你在这个世间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物的时候不施恩惠，全是假的。为什么？你这个恩惠没有根啊！所以这个恩惠不是活的，是死的，没根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下面我们看护念，
无量诸佛咸恭护念。为什么？因为你相应了。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诸佛菩萨全知道啊。啊，你是个善人，善男子、善女人，你今天一心求无上菩提，啊，这是稀有难得啊！诸佛菩萨知道你起心动念，啊，知道你的发心，自然相应。来护持你啊！一切善神护念你啊！为什么？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你要做恶事有感应，妖魔鬼怪都来护持你。啊，罗刹恶神来护持你，帮助你作恶，那感应吗？护念者保护意念也。啊，会书曰：护为复护，念为纪念。啊，护护就是保护。你所得到的，佛菩萨保护你，佛菩萨常常纪念你。啊，无论你在什么环境当中，佛菩萨没有不照顾的。啊，如果我们的念头错了，啊，念念都是贪嗔痴，念念都是五欲六尘。刚才说了，也有人护念你，魔王波旬护念你，罗刹护念你。啊，妖魔鬼怪护念你，你的冤亲债主也护念你，铸成你造物。啊，换句话说，他帮助你，他在诱导你到哪里去？到三途啊，去的地方不一样。地狱恶鬼出生的，到哪里去了啊？啊，念佛的人，佛护念你，你生极乐世界。啊，不念佛的善人，心里面想升天。或者想来生得人天福报，佛菩萨善神都会保佑你，会护念你。啊，你的心愿呢，一定如理的获得。如愿以偿啊！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经教里面说的，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随心应量啊！啊，随着你自己愿望啊，佛菩萨都满足你的愿望。
啊，这可是说明啊，相应之后啊，一定就有护念。经营书曰：“曰护食利物，念令增善。”他把护念分开来讲。啊，护是什么呢？保护你，帮助你利益一切物。啊，念呢？念念呢？帮助你增善。这个说法也好啊，故知此两句颂赞会中诸大师啊，综合起来赞叹与会的这些菩萨们啊，大师是称菩萨的，修行普贤之德，是与菩萨无边善根皆得成熟，故无量诸佛悉皆护念。世尊当年在灵山开这个法会，为我们宣讲无量寿经，参加这一次法会的菩萨很多，前面为我们介绍十六位正士，里面有许多他方世界来的菩萨啊，不是娑婆世界，由此可知法会的殊胜啊，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啊，阿罗汉以上都能看到，甚至于须陀洹天眼开了都能够见到。那么这些菩萨们，无论是持戒他方啊，持戒是讲的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之内的十万亿个银河系，啊，这里面的众生有多少？啊，与菩萨是讲一切的十方世界，与净宗有缘的菩萨，跟阿弥陀佛有缘的菩萨，那就太多了。啊，在会的这些大菩萨修普贤大师之德，能够影响十方世界与净宗有缘的这些菩萨们，帮他们成熟善根，所以才有这个说法啊，无量诸佛悉皆护念啊，就是经文上的无量诸佛咸供护念啊，我们读了之后就能感受到，如果我们修净土是真的啊，真诚心修净土，一心一意
想见阿弥陀佛，这一个意念就能感得无量诸佛行功护念。啊，佛说这个经没有假话了，句句真实啊。普贤之德就介绍到此地啊，下面经文呢是文殊菩萨的智德，前面全是尊修普贤之德，普贤是行德啊，文殊是智德，行也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修行会出问题。啊，佛法里头啊，过去祖师大德常讲，啊，佛法是以慈悲为本呐，方便为本，这佛法了。可是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就是慈悲方便里头会有副作用，它为什么会产生副作用呢？感情用事，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要用智慧，文殊的智慧就不会出问题。都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理智，不能用感情啊，用感情往往就偏差了啊，用智慧就不会有偏差啊。所以有普贤行啊，还要有文殊智德啊，文殊智。我们看经文啊，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这是文殊智德里头示相。那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真能放得下啊，在诸佛刹中啊，能实现啊。譬善幻似现中异象啊，这是举个比喻啊。善幻似是变魔术的啊，虽不是真的，哎，它能够现很多不同的现这个现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这从比喻当中，那些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就是智慧，显出智慧。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啊，啊，所以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一切众生，他绝对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这也就是说明，一切法是从自己心想生的，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啊，所以全是自作自受，这个要承认。啊，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能够参透这个道理，我们就会
在无论什么环境之下，你都会心平气和。啊，你不会怨天尤人。啊，心平气和的人，他就能看得很清楚。啊，这是文殊智慧啊。通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这一段全是讲的文殊菩萨的智德。我们看下面注解。上一段文，刚才念的这段经文，续言，续是继续，因为转法轮的第七相普贤行说了，还有文殊菩萨的啊，要接着来讲啊，所以续言转法轮的第七相，本品名为德尊普贤，正表经中普贤位列上首之意。啊，这上首第一位普贤菩萨，跟华严经一样。盖本经为原教，从古起因，故先普贤而次文殊。啊，普贤表行德，文殊表智德。无智则不能起行，故复当标行文殊。这就是说明这一段经文的来由。啊，为什么在此地要设这段经文？啊，原因说出来了。啊，前面讲的普贤行。啊，那这个经是原教。啊，依照这个经的经义，原籍顿籍，因为它是叫我们一生成就啊，这就叫顿教啊。啊，不是叫我们要修好几世，不是的，一生就成就。啊，这一生活生生的一生，这意思是什么？我们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诸位一定要知道，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啊，临去的时候，我不说临死，我说临去的时候，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头脑很清楚啊，你没看错啊，哎，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来接我了啊，你跟你旁边的人一一交代，佛来接我了，我跟佛走了，这不是活着走的吗？啊，走了之后身体不要了，丢掉了。这一点诸位要知道啊，
活着走的，所以是一生嘛。你自己绝对没有感觉到你死了，到那边生了，没有这回事情。啊，你的灵性离开这个身体，跟佛一起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是死了走的，死了怎么能去啊？啊，死了去了不容易，那也得有很有善根。啊，那什么，中阴身得度，有这个例子很少。啊，但是在现前我们这些年来提倡中峰禅师所编的这个法本三十息念的法师啊，这个很有效果啊，这是度中阴名扬两利呀、啊！那这些幽冥界众生有没有往生的呢？有，不多。啊，大多数往生的到天道。啊，这是什么原因？对极乐世界了解太少。啊，所以常常听经的同修对极乐世界知道多啊，我们听经这个法会这个道场，不但我们人在听啊，我们看不见的啊，幽冥界的这些众灵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不知道多多少倍啊。啊，这些听经的这些灵好，为什么呢？遇到这个法师，三十七年法师，他又常常听经，他真往生了。那、啊、不常听经的机会就少一点，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能够想象得到的。净土的经教不能不讲啊，我们自己读经了解，自己得度啊，自己了解，要不帮助别人啊，不把这个经介绍给别人，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要普度众生呢，你怎么光度自己不顾别人呢？啊，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啊，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希望多带一些众生过去，啊，那阿弥陀佛欢喜。啊，所以应当啊全心全力。劝导一切众生认识净土，发愿求生净土啊，净业三福里面讲啊，自己成就别忘记帮助别人啊，这是幕后一句话，叫劝进行者。这修行人我们要劝他啊，要劝他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啊，这个才真正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
同愿同行。所以文殊智不能不知道。这里面有两句话说得很好，无智则不能起行。啊，故当标贤文殊。啊，所以行重要，智也不能少。如无量寿经起心论曰，不度文殊智海，难入普贤行门。一不能了知自心，一念顿缘，平等正性，凡圣共有，一即无差。一不了故，所有行愿习不具足。这智慧重要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讲般若就讲了22年了。诸位想想，一生讲经49年，般若就讲了22年，差不多一半时间了。这是什么呢？重视智慧，般若就是文殊智慧。啊，如我们就一般而论，在一生教学当中，这一个课程用这么长的时间，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主修的法门是般若。阿含是小乘，是基础。啊，阿含里面讲的断卧修善，都从四上讲。啊，果报多半在人天福报啊，所以很多人喜欢学。啊，他离不开人天福报，他想这个东西啊，方等是预备，般若这是正修，法华是帮助你提升的。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了。啊，佛法主修的是智慧，怎么会是迷信呢？这跟迷信完全相违背。啊，22年叫智慧，啊，怎么会把人叫糊涂了？哪有这种道理啊？啊，说佛教是迷信，原因在哪？对于佛教没有认识。误会了，说佛教是迷信，以为佛教是宗教，佛教不是宗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这个几句话意思很深啊，不度文殊智海，这是度是度过啊，也就是说你没有深入得到文殊菩萨的智慧，难入普贤行门啊，
普贤行是依文殊智，没有文殊智，普贤行你做不到。啊，普贤行的纲领就是前面讲的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做不到啊！啊，深愿厚厚深于浅浅，越往后面去越难。啊，从哪里起呢？从离境祝福。我们那个离境的心有没有呢？如果有文殊智，这个心就发起来。为什么会发起来？你了知自心，文殊智没别的，就是你认识了自己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人要有自知之明啊，你要认识自己，自己是什么？大乘教上佛常讲，本来是佛。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啊，这是文殊智啊，真实智慧啊。那个恭敬心才能够升起来。啊，我们学佛对佛都很恭敬啊。一切众生通通是佛啊，要把我们对佛那种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啊，对天地万物啊，真正升起恭敬心。啊，对人要礼敬。啊，现代的礼节啊，鞠躬礼啊，点点头不行啊，不恭敬啊，啊，规规矩矩站在那里，90度的鞠躬礼，这是必要的啊。在古时候，行礼是顶礼300呀，啊，这是古礼呀。我们现在在佛像面前还顶礼300，不忘故礼啊！佛是古人，我们还用古人的方法向他行礼啊。那么对于现代人，得要现代化。如果不用现代化呢，现代很多人不能接受。你说有许多人，你说叫他学佛，见到法师要拜下去，他算了，他不学了。要通权达变呐，那不能墨守成规呀。那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理解，那他们见到佛像，行3鞠躬礼嘛。这最近的嘛，这样啊，他就很容易来了，你就会接引很多人来。到什么时候他自己拜下去的时候，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不是我们事情。那这就对了，你的佛法就学通了，何学何用？啊，特别是初学的人。你要是带几个初学的人一到这里来，看到就要趴在地下磕头他就起反感了，下一次再不来了啊，你把人吓跑了。那都是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封建啊，佛教叫人回到古老的时代，这怎么能受得了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佛教在今天用今天的理解，佛教在外国他用外国的理解，他就多欢喜嘛。通权大变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了知自性。自性清净圆明体一念等圆。一念就是无念。有念是二念。一念是平等的，二念就有波浪起来了。一念等于圆是圆满。顿是快速，就是圆满的。平等真心。一丝毫差别都没有。设法界一真庄严。同一个法性。也就是说同一个自性。一即凡身共有，一即无差了。一即就是一性。一心。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一切诸法本性不二，叫一即。不但凡圣共有，一真共有。依报跟正报共有。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共有。它叫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同就是平等，圆是圆满。种质是一切种质。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你看无情也同源种质。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40多岁，在佛光山教学。佛光山那个时候出家的老师三个人，星云法师、慧信法师，我一个，这三个出家的，还有两个在家的，方仁居士、唐义玄居士，大居士他们的佛学造诣都比我们好啊，年岁大嘛，学佛时间比我们久嘛。我们曾经多次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没有结论，就是情缘无质这个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话怎么讲？你要说有情众生成佛之后，有情众生都成佛了，很勉强。这成佛之后那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怎么都成佛了？讲不通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问题都打问号、存疑。佛讲的应该不错，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智慧，想不通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怎么明白呢？华严经上讲的透彻，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华严经念透，看来看似懂非懂，里面的问题很多。
啊，那我们过去曾经学习过两遍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这问题解决了。啊，情与无情真是同一体。啊，我成佛了，一切众生都成佛了，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全都成佛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觉悟的人看到一切诸法，他不着相了，不着相看到，看到法性。宗门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有一个平等的，这个地方讲正性，啊，就是自信，那怎么不是佛呢？看一切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法性，正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跟自性也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非常难得了。近代的，这是最近这几年先进的科学啊，量子科学家跟我们说出来了，真的是同一体啊，难得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物质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情啊，他怎么说，意念波动的现象，这个给我们佛法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因为佛法讲这个宇宙之间万事万象啊，是波动现象啊，量子力学家把它证明。佛说的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即波动现象啊。啊，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是讲宇宙的发展。啊，这个里面产生的变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不可思议啊！说的再多，它是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啊。总的来说，万法皆空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这两句话讲得好啊。电子这个量子科学家真的把它证明啊，佛要我们用这种智慧啊，用这种清净平等觉来看世界，你才能看到真相啊，才能看到一切万法一即无常啊，不但是凡圣
没有差别，啊，都是自性现。那凡圣差别在哪里呢？明了自性，这是圣人；迷惑自性，那就是凡夫。啊，凡圣差别在迷悟啊，与自性不相干呢。自性没有迷悟啊，人有迷悟啊，自性没迷悟啊，这个道理要懂。妄心有迷悟，真心没有迷悟啊，这是佛家的宇宙人生观啊。所以方东美先生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这个话不错，这几句话可以证明啊。了知自性，一念等缘，平等正住，凡圣共有啊，一即无差。一不了故，所有愿行悉不具足啊。如果对于这桩事情不了解，那麻烦就大了啊。麻烦怎么大？迷惑颠倒，造业受报，就搞六道轮回了啊。觉悟怎么样？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永远超越了啊。所以你才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啊。啊，这在世间人的心目当中才真正得到了究竟幸福美满的一生啊。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与这个贫富贵贱毫不相干啊。贫富贵贱是什么？是凡夫的业报啊。你一觉悟的时候完全超越了啊，超越了六道凡夫啊，超越了这些小圣呢 那个受用自然就改变了啊。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几句明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